狠人啊！这个老表真的是个狠人，兄弟们。给油！给油！给油！哇塞，给不上油，给不上油。给。指挥一下。前几天我们这边还下去了。电缆这边跟小吴的差不多，对，这个也是个狠人，老表们。看到这个后挂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后挂，这是在哪里？这个在湖北的天津州，老表们，湖北的天津州，啊，隔东莞呢1100公里。哎呦，后来比后灯都不见了，对呀，后尾灯都掉了，完了，救不了了。只能救援了，老表，别挣扎了，挣扎也没用。刚才那个奥迪 Q 五老表把车窗摇下来，看了一下，然后笑一笑走了。他说：“你怎么掉这个沟里了？你不是霸道吗？对不对？”1000多不见了，我靠，这个保险杠怕不止1000多吧？老表，哎，上去了，上上去了，哎，不该松油了，老表。对，我开我的40过来的，狒狒与狒狒。真的来时间好好的回不去了，嘿，哇塞，回不去了，老表们，你看这个后挂，哇塞，都能够能来的，当然可以，哎呦，还是差那么一把劲儿，对不对？马上3000不见了，再冲两下子5000都不见了，省得慢，再冲上去了。好，上去了，哇塞，看到没有？